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这新年伊始的时刻，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刻，我们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牛年如意，牛年吉祥，牛年万返，扭转乾坤，祝大家新年蒙恩，主内平安。让我们以感恩成为起点，以赞美编织的舞台，将这投身的时间献给爱我们的主，带着心灵，带着诚实，带着埋藏已久的期盼，带着爱，带着盼望，带着乘风破浪的生命，点缀新年绚丽的色彩，谱写新人动人的乐章，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一起共沐主恩，歌颂上帝在我们所经过的路径中抵挡阻挠。愿主耶稣保守你，祝福你，在新的一年中满有神的恩膏，平安喜乐，生命更加散发基督馨香之气，成为世上之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和陪伴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在2020当中保守我们，陪伴我们，给我们很多的勇气，给我们很多的力量，给我们丰丰盛盛的生命，感谢您父神。我愿意在此用罗马书第八章来结束我们的祷告。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但靠着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要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感谢您，我们祷告不配奉告结束基督的名，阿们。新年快乐，愿主耶稣赐给大家平安。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是 Cathy， 我在这边祝福你们新年快乐。Amen。 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倚靠上帝，奔跑不放弃。愿我们新的一年心意更新而变换，让所有的来自上帝的福气在我们心目当中。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代表我们全家跟大家拜年，祝福大家牛年新气象，平安喜乐，顺顺利利，健健康康。蒙蒙恩，蒙蒙恩，喜乐平安，喜乐平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耶、yeah! ！新年快乐，恭喜你们！今天我们一起是碰到一个新的一年，就是2021年。我不知道你们今年有怎么样的计划，做怎么样的，但是最重要呢，是我们的教会还是存在了。我们还是存在，我们一起侍奉我们的神。我真的感谢我们的第一华人基金会，可以这算是一个好的家庭。我希望你会今年每一天继续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那个教会祷告。好，就是这样。上帝祝福你。
展望未来的 一年、祈求我们每一位每天都在主内、可以思念数算主的恩典，也大家都在主内常常有喜乐。好好，恭喜恭喜你们，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恭喜发财，心想事成，恭喜大家新年快乐，牛年进步，恭喜发财，身体健康。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了，我在这白雪皑皑的纽约上州，祝大家春节愉快，愿神与你同在，祝大家天天平安喜乐，日日全家蒙福。谢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的，去年一年里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难过的一年，但是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经过羔羊的血保守过了那个逾越节，相信神事情都保守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要祝大家常常喜乐，福杯满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陈志刚，我是胡威蒙，给大家拜年了，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愉快，牛年吉祥，早日打疫苗，平平安安一这一年。谢谢谢谢。在欢庆中国农历新年之际，我们在这里祝大家春节快乐，过年好，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蒙恩蒙福，身体健康。祝愿所有主内的弟兄姐妹健康快乐平安，祝大家新春快乐，主恩满溢。Victoria， 今天为什么穿得这么漂亮？春节到了。啊，那我们要做什么呀？给大家拜年。新春快乐，祝恩满满。
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集合多一次敬拜我们的神。等一下呢，我会请我的内人帮我们读经。但是我要先跟你们讲，我就是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因为我也记得穿着红色的，我没有很多红色的衣服，但是呢，因为是过年，今天应该是初三，所以我还是应该记得，而且呢，我知道我们在美国呢，他们特别注意那个 Valentine's Day， 在东方。Yeah, 我们在东方，我们也是很注意那个情人节，因为，那就是一个可以卖巧克力的、买花的那个机会，所以跟钱有关系。但是也看到很多男的、女的在一起拍拖，就是一起呢，就是约会。但是今天我们是注意的，就是看马来基书第二章。这个经文呢，讲到的内容跟那个农历新年或者是情人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上帝会祝福你，也是会带领你的2021年的侍奉。杨淑华，请你帮我们读经。恭读圣经《马拉基书》二章，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了你们。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这传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约的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心存敬畏的，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恶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甚是奉外邦神的子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层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
代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慎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圣经攻读完毕。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很不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知道压力很大，但是希望我们都可以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一块儿敬拜我们的神或者是读经，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自己感觉很舒服很满意，应该是因为我们合作就是敬拜我们的神，就是注意上帝的他的旨意是怎么样，他的要求是怎么样，希望我们可以变成更健康的跟随他的人的那种基督徒。今天我就想先分享一个简简的，就是一个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我在中国呢有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呢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他跟他的太太有小孩，但是他们的小孩已经长大了，都是大人了现在。但是呢他跟他在一起，跟他的太太在一起呢有超过25年。所以呢他们的一起的时间很多。但是呢慢慢的呢他就是交到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很漂亮的比较年轻的一个女人，他们开始建立了一个很不健康的关系。但是我认识的那个男的呢，他是个所说的基督徒，他的脑筋里面知道上帝是谁，他也知道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种经文但是基本的圣经他知道。问题是什么呢？渐渐的他决定了他要跟他的内人离婚，所以呢这个离婚的情况，他慢慢的跟那个另外一个女的在一起呢，他的孩子们也受了影响，就是说整个的每一个人在这个情况里面都受了影响。一定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上帝在哪儿？在这个情况里面上帝在哪一个地方？耶稣呢在哪一个地方？在他们的他结婚这个第二次呢，上帝的祝福在不在？就是这样子需要问一些基本。到底呢那个时候呢他的 正式的那个太太呢就是被先生就是丢了，他的情况怎么样？他以前那个所有的情况都是变成乱七八糟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活着的世界就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改变的，价值观也是改变的。我们看了什么电视的节目你会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了，那个他们给你很多影响，那些节目。那些节目呢他们都是常常都是给这个男的那个女的，他们两个都是很随便。结婚没啊？他们没有。他们爬托就是开始约会的时候呢，他们已经 一起上床，那个真的是很过分，那个就是完全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们都觉得很随便。你不会相信年轻人受了影响吗？年轻人也是会渐渐的感觉，哦，那是很自然。弟兄姊妹，自然的感觉不一定是等于是健康，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很多时候自然呢就是表示我们还是让了罪控制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思想。结果呢我的朋友呢我看他们，我就是不知道他们对婚姻有怎么样的思想。
那个他们的孩子们的思想关于婚姻，我相信他们也是有一点怪怪的观念现在，因为他们看爸爸就是跟一个另外一个女的，妈妈呢她还是一个单身的人，就是住在她的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都需要了解世界真的就是变来变去，是像这个节目那个节目电视上的那些节目，所有的就是价值观上呢就是有很不健康的。我们都是可以看人都对婚姻都是感觉婚姻的定义就是觉得有人结婚没有结婚无所谓，没有关系，住在一起了也可以，没有关系。很多人都感觉现在我们有一个结婚的计划，所以我们会先住在一起呢一年呢，我们看我们方不方便住在一起了。弟兄姊妹，婚姻的关系不是一个试试看的那种情况。所以呢我们都需要了解，有些人对婚姻呢他们都是觉得哦，婚姻就是等于我们可以有随便的关系。有些人呢他们都觉得婚姻好像就是教会的情况，我们都是觉得到教会去不要到教会去无所谓，谁证婚没有关系呢。而且呢有些人他们都感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有两个男的在一起，他们也说哦这是我的先生，一个男的说这是我的先生，一个女的说哦这是我的太太，就是我们都是有很乱七八糟的思想关于什么是标准。而且呢基本的问题我们很想问，我没有说所有的人，但是很世界的没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一定会问，到底呢婚姻的定义呢是谁的标准。我就是觉得靠我自己的聪明，靠我自己的标准，那个是标准。他们不会想到上帝，他们不会想到那个上帝的要求是怎么样。所以呢我希望我们了解，我们今天会读那个马拉基书第二章，那边的经文是讲关于婚姻跟离婚的情况是怎么样。今天我的目的不是做一个动机的那种讲员，影响到人就是讲跟着我走什么。我的目的不是让你舒服，也不是让我舒服，我们很喜乐的一起，那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呢，我们在一起敬拜神，我们学习圣经的道理，我们的目的呢在那个情况里面是学习神要我们变成怎么样的人。我们的品格非常非常重要，上帝想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因为我们是依靠他的旨意。弟兄姊妹，那个不一定就是很好玩的情形，所以希望我们都很尊敬上帝，学习他的圣经里面的道理。这个礼拜刚刚过了，那个礼拜我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问我到底呢讲员讲道的时候呢应该是很有趣的吗？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吗？我慢慢的就是想我怎么回答那个问题，渐渐的我就是觉得应该就是讲很直，说 no。讲员的责任，讲道的责任，牧师的责任什么的，不是让弟兄姊妹感觉哦那个讲的很有意思很好玩，很好玩没有关系。那个牧师会讲开玩笑，讲的很多开玩笑了，人人都笑了笑了笑了，感觉舒服多了，那个也不是牧师的责任。他的责任是介绍一下，挑战一些弟兄姊妹了解我们基督徒都是一个家庭的人，我们要彼此鼓励，勇敢的，我们就是上帝的就是他的，他可以祝福的那种仆人呢、啊、我们要就是勇敢的走到前面被他用的。我不能想到耶稣呢，摩西、保罗、西提凡、约翰，他们那些人呢都是关心了他们的讲道是够不够可笑，够不够好玩，够不够让人觉得舒服。他们的讲道你想到清楚，耶稣呢他的讲道
我相信很小看他讲道的时候，都是觉得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好不好玩呢？他不会那样子。他讲道了，是因为他知道属灵上人的需要是很重要。他讲道就是想让人，他我相信他不是每一句话就想骂人，他不是那样子。但是他最小想让人看清楚了解神的价值观，上帝的要求是怎么样。所以他不关心你，他不会继续想说我今天穿的是怎么样的，够不够漂亮。今天当然我穿的是红色的一点，因为农历新年，然后我没有别的，就是红色的。但是呢，事实上他没有就是觉得我没有穿适合的那种衣服，人不会听我。他也没有讲够多的开玩笑让人舒服。他的目的跟他们讲说，希望我可以帮助那些人，可以挑战那些人，也可以让他们放心一点。假如他们会依靠神的话，上帝会祝福。我要那样子讲，我相信耶稣呢，他的讲道就是那样子。所以呢，他的属灵上的负担是很重，他也希望他们可以变成很健康的。在那方面呢，我们一起集合敬拜我们的神。不是说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最关心的是上帝对我们的崇拜满不满意。他满不满意就是知道我们有对的态度敬拜他。所以呢，我的朋友问我那个问题，那个讲员你应该讲到让人感觉很舒服。我说舒服舒服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人都知道圣灵是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是带领我们的讲道的题目。所以敬拜真的是很重要。看那个马来基书，有几个题目我觉得在这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注意。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在第二章第一到二节。第一个问题的这边就是说，那些领袖们，领袖们在他们的那个以色列的圈子里面，他们有问题，他们的可以说，他们对真理不会算够重要，他们已经放弃了一些了。所以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呢，就是告诉那些人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警告。让他们只是教会的领袖的，他们的那个时候以色列的那些领袖的一种带领，就是让他们说，假如你没有听，你没有接受，没有敬拜耶和华，耶和华说他会救助他们，而且呢，他们所讲的话也会受一个救助，所以神就是不会祝福，就是不会祝福他们的侍奉。所以意思在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就是告诉他们那些人说，虽然你是你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圈子里面的领袖，上帝的祝福呢是来到你们的身上，因为你们是健康的侍奉神，或者是完全你不会受到什么祝福。所以这个呢，我记得以前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人就是讲了形容了一些以前的传统的牧者的讲道。以前的牧者呢也是很直的讲话，就是差不多一两百年前的那种牧者，很多有一个讲道呢，他们就说是 turn or burn 那种讲道。 turn 就是转身，就是转方向那个方向， or burn 或者是就是到地狱去了。你就是说你要悔改呢，或者是上帝会审判，你要选择，很简单。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浪费我们的生命，上帝有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想用到我们，想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边这个警告呢是在第二章一到二节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听，我们要学习，也要悔改。假如我们是教会的领袖，那个教会的领袖可能是牧者，可能是日学的老师，可能是执事，可能是任，但是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责任
侍奉我们的神。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教授，就是 Samuel Tong， 唐有之。唐有之是我金门基督教神学院的教授。我以前就是故意的，就是从东方回来了美国。唐有之以前是香港基督教神学院的院长，他也是在台湾的基督教神学院的院长。他回来了金门基督教神学院，在那边教书很多年。在2015年，他就是上帝就是祝福他90岁移民天堂。所以呢，在那么多年之内，他还是继续鼓励，就是努力的侍奉侍奉。有任何的教会请他带领布道会，他会去；有任何的教会请他给什么教导，他就是他有两个博士学位，他有都是从有一个从德国，一个是从美国。他就是对旧约非常非常有那种学问的。他真的是很厉害在那方面，但是我很尊敬他，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有只有一个生命，他不会浪费他的生命，他还是继续一直到最后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也有那个85岁的那个蔡牧师呢，就是在2020年8月过世，但是他也是那种。可以说是传福音的机器，他继续不断的传福音，他对所有人很有负担，他很喜欢给人传福音。但是呢，意思说他也知道我们只有一个生命，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问我们自己，就像这两位不是天使，我不会说他们没有脾气，我不会说他们没有什么什么弱点，他们就是人。但是呢，他们还是算感谢的事情，今天我有多一天可以继续侍奉，所以每一天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做上帝的仆人。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是跟他们一样，我们也了解我们的生命是很有价值，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很有价值是因为神想祝福我们，用到我们。所以呢，我们看在这边的经文就是告诉那些领袖，就是说你们以色列的那种领袖呢， 你们的见证有很多问题， 你们不够可靠。我可以跟你讲，事实上我碰到任何的人说我心里面有一点负担，我知道这个世界很需要多的牧者，但是牧师，事实上，虽然我知道需要多的牧者，我个人不敢，我觉得我没办法。跟他们谈，他们为什么？他们也是有一点怕，就是看这种经文，上帝是会继续看着我们，上帝也是看着这个以色列的领袖，上帝也是跟他们讲说，你们的见证等于救主来了。因为你们不是可靠的，你们的见证是那么可怕，所以有任何的人在我们的2021年，就是跟我讲说他们很怕、很紧张，就是很怕做一个执事，很怕做什么牧者什么的。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们，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怕，我们应该算这是一个祝福，被神拣选了。但是呢，我可以明白。没有错，看这种经文，上帝是看得清楚。我们已经说过，上个礼拜我们说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上帝可以看得出来，他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假如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心是侍奉他，因为他给我们呼召，那这是对的。但是，假如我们就是怕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真的是很我们的见证真的随随便便的。可能我们还是有一点聪明，因为上帝是看着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我们的世界的需要关于多的牧者很大，那个需要非常大，特别是我发觉了美国的就是北美的那个华人教会的需要很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要看这边的圣经，就是说我们需要多的
为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们祷告，不只是主日学的老师，不只是牧师呢，也是包括了所有的这些的女传道会的 有人也需要为他们祷告，所有的教会侍奉的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就是希望他们的生命有价值，而且呢上帝会看他们祝福他们。所以在那方面我希望我们都了解这些人 很想尊敬上帝，所以到底呢尊敬呢尊敬我们的神的情况是怎么样，不管是我们戴着怎么样的帽子，最重要呢是我们的心，上帝是看心，不是看我们戴的帽子的颜色。我们看那个第二章第三到七节了，那边就是说，因为太多时候你们做领袖的是不知道怎么用心真正的敬拜，用心真正的侍奉我，我还是看得出来。而且呢刚刚说了，人说他们很怕做牧者，你可以看得出来，这边就是说神说我会把那个肥料放在你的身上，放在你的脸上，会审判你，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态度真的是不对的。你不知道我选了你们，但是呢你因为你们的态度真的是很可怕。我们看第六节了，那边就是说我们讲的话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他就是很愿意祝福，他很想带领我们，但是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走，怎么依靠他。所以呢这些人这些教会的他们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以色列的那些领袖们呢他们应该真的是很大胆的讲上帝要他们讲的话。我看这个这样子，神就是看那么仔细人的行为，他人的见证是怎么样，我一定要想到底呢在2021年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以为我们的神不会那么仔细的注意了，但是在他们那儿我们可以看他们就是用了一些动物呢是有问题的，他不会，他们应该是把他们最漂亮的动物给那个教会，给他们的那个殿在那边敬拜神，结果呢上帝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是给的很差的那种动物，有很多问题的。所以呢神就是说你们就是给我 用到这些，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十一奉献一样。很多人呢他们都是他们会看每一年，事实上他们的十一奉献应该可能是就是很多钱，每一个月应该是给不知道多少，没关系，应该是每一个月给500块1000块什么的，但是呢事实上他们给了就是100块啊，这个50块了，他们慢慢的这个人感觉哎不错，我还可以的，还可以，我给了我的钱。事实上上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要求呢10%，11分钱，结果他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给的态度啊，假如我们给真的是给十一奉献，但是我们的态度是说哇神的要求这太过分了，哎呀太太给了，但是假如我可以控制这个月我不会给那么多，我可以用那个钱呢我出去吃饭，我跟梅西尼叔的朋友在一起啊，我算那是我十一奉献，可以很容易找到借口不要给我们应该给的。但是神知道，最重要的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所以上帝就是说他看到那些教他们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领袖，他们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带领 那种领袖，他看那个呢他就说哇你们的这种行为，你给了但是你给了态度是不对，你给了多不多，不多，也是给的不对的，也是给那种动物呢，我是上帝当然我可以看得出来，你给的你用的动物呢就是那样子给我们的，那就是完全不对，你需要受到我的审判。
神就是警告了他们在这边，所以你就是说，哎，神啊，他们都是不知道神怎么样。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相信我们有不少的人可以看这种经文，看马来基书第二章，我们都会有一个借口，我们说，哇，开玩笑，牧师呢？那是那么多年前呢，那是2500年前的情况，那是很多年前。我相信呢，那个我下的是一个比较实用的神学，我下的是实用的到我们的2021年的那种神学啊。但是我告诉你，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已经是带领我们走我们不应该走的路，像他们那个时候一样。我们这个时代跟他们那个时代虽然是差2500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变成很自私，就是靠他们自己的聪明。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不少的这种人，所以上帝看我们呢，他会看怎么样，我们一定要问。所以他就是觉得时间到了，他要警告那个教会，他警告了他们，就是因为他希望可以改变他们，他希望可以由他们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我就是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也要记得，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要看到我们的教会的领袖要记得人看着我们。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出来，上帝那个时候呢警告他们说，您别忘了上帝呼召你，你不是很随便变成一个牧者，你的责任存在了，你的权利代表我带领那些以色列人，是因为我选了你们，我觉得你们有价值的。但是呢，你不够尊敬我，你不够尊敬你受的护照，所以在那方面很重要。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你已经离开了你所学的，你学了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就是让了一些人跌倒，你让了那些人跌倒是因为你的见证是那么不健康。我就笑，就是让人就是笑你，就算你的见证是假的，因为你没有跟着我走，你的见证已经变成就是很就像垃圾一样。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真的是影响到别人跌倒了，我们就是很变成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我们真的是要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因为上帝想祝福我们，想用到我们。我以前有一个，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讲道员，因为我记得呢，有一个讲道员，他就是非常有趣的人，他讲话讲得很活泼了，非常活泼，而且呢，我刚刚说的，牧者。负责任的时候不应该关心他讲的开玩笑是够不够可笑什么的，但是这个人我现在形容他真的是很会讲开玩笑，他就是他，你听他非常非常有趣的讲话，听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很有意思。我没有说我那时候很成熟的一个人，但是年轻人我也觉得他讲的是很有意思，听我就是觉得很不错。结果呢，我记得听了他几年，他就是走到很多地方开那个布道会，结果呢，突然我们发现了他跟他的秘书有的关系是完全不应该有的。他已经是结婚，但是他跟秘书有的关系，就是有一点像那个以前的总统，他也是这样子，他是也是做了完全不对的那种事，但是呢。在那个，我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个影响呢？我一听到那样子，我开始学多一点，也是在报纸上也报告了关于他。他的见证在我的心里面变成没有用，因为讲话跟天天的见证那个行为呢不配。他可以很，如果讲话讲得很好听。但是事实上
听到那个情况发生的，我慢慢的了解，他所讲的就像弹的钢琴一样，很好听，但是事实上不是在他的心里面，不是在他的心里面。那个结果呢，我就是停止到教会去了，没有很久，就是几个月，我不去教会。我因为我就是怕教会里面可说不定也有那种人。事实上有是有，但是我希望不多。但是呢，我就是想我现在讲的话跟圣经马来基书第二章有关系的。马来基书第二章，神已经骂了他们那些领袖，跟他们讲说，看得出来你们有这种毛病，讲的话呢跟你所做的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呢，他就是说你们的见证是影响了人，但是给人不好的见证，不好的影响。所以神在那方面想给他们一点教导，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让这个经文挑战我们跟我们的见证，人看着我们，主日学的老师、牧师的老，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执事、什么教会的领袖，都要看清楚，我们都是会受那个撒旦的那个试探，他很喜欢挑战我们在那方面。好，第二点呢，今天我们看，那些人呢，那些领袖们，他们也是娶了那个就是国外的不同的太太呢。问题在哪儿呢？我们看第二章第十到十二节，那边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也是到十六节也讲了一些，就是说神不喜欢他们，就是在十一节那边嫁给或者是娶一个外国人，因为那些外国人是敬拜另外的神，一个偶像。所以神说，假如你是跟一个拜偶像的或者拜另外一个神的那种人在一起，你不会建立一个好的家庭。你可以结婚，你可以，但是你结婚的话呢，你的将来呢，关于你的家庭是不好。而且呢，因为你们是教会的领袖，人人都会看你的见证，但是假如你的好一半或者坏一半就是不知道怎么敬拜神、侍奉神，人怎么受到鼓励跟随上帝。所以他就是说在这方面第十节就说，我创造了，这是上帝的话，我创造了所有的。所以意思在这方面他没有说我不爱他们，他就说我爱所有的，但是呢，假如他们是拜别的偶像，他们拜不是别的，拜偶像的话，那个真的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你对你所罗门或者是大卫他们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大卫他们两个都是在圣经里面很多旧约的那件经文呢，都是因为他们写的，或者是他们跟别人讲的，都是写了写下来了。那些话呢，哇，都是很好听，我们都要学习他们的道理，我们都觉得是很好很好学习的。但是假如你看所罗门跟大卫的他们的个人的见证，他们也是有很多问题，也是性，这撒旦很聪明，用性就是破坏很多人的见证。所以呢，在那方面我看这样子的经文，就是讲关于这个偶像的问题，我可以了解为什么神就是警告了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们，因为他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有跟外国人的跟那些人结婚，假如那个人是拜偶像的话，上帝就是说我怎么受到一个祝福。你们怎么敬拜我，你没办法了。所以在那方面是很不简单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跟随神。所以圣经就是说我们不应该随便结婚，那方面就是说我们跟别人在一块了，我们要拣选，就是很清楚谁可以做我的配偶，一起侍奉我们的神，走到前面。
第三点，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上帝呢，他也是很辛苦，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怎么样的侍奉他，而且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上帝也就是很想祝福，但是呢，我们好像不理上帝的旨意，我们走我们自己愿意走的路，我们在这方面也在第十三节，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哭了，我们很难过的样子呢，就说神呢，我们很可怜的，为什么你不关心我？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个问题？我们就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事实上，圣经在这边写得很清楚，就是提醒我说，事实上，婚姻是你已经知道是一个约，那个约是男的女的跟上帝有关系的。假如你真的是跟拜偶像的人在一起结婚，那个从头已经说你们的婚姻的希望不大，所以在这方面就是想提醒他们，你要看圣灵的带领是应该是怎么样，不应该很随便。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都明白，我们的年，特别是我们年轻人，你们的孩子们，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关于婚姻，关于住在一起了，或者是就是一个两个男的结婚，两个女的结婚什么的，他们现在我们的全世界变成乱七八糟的。但是那个思想从什么地方？很多地方呢，就是从电影来的，也是从，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分得清楚呢。那种思想是跑进去我们脑筋。假如我们自然的接受那种观念的话，我们的全世界的价值观越来越低，那个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世界现在呢，跟四十年前就是完全不一样。现在同性恋那个变成非常非常流行，非常普通。而且从 Hollywood 那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节目都是可以看得到，慢慢的呢，我相信过了十年后，没有一个人会算是一个罪。所以到底呢，我们怎么可以分得清楚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那个圣经都是说上帝不会被人骗的，上帝是可以看得出来。上个礼拜我们谈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就是意思是说上帝什么都知道，骗不了他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他在圣经里面呢，这边就是说那些领袖就是继续就是说，哦，我们很可怜，哦，我们很可怜，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甚至说那种话是没有用，那就没有用。我们真的是需要了解我们的这个时代有的问题跟他们那个时代的有的问题一样，但是我们需要我了解讲借口呢没有用，我们用借口说神的但是，神的但是，上帝会说这个不是但是的事情，我的圣经里面，我在这边这个信徒讲了，那个马来基就是讲了很清楚，上帝不会被骗的，所以你不要骗你自己，以为你明白了，婚姻比上帝有的要求更重要。弟兄姊妹，耶稣呢，他也是参加那个迦南那个婚姻，那是一种好的例子，就是可以看到耶稣很支持结婚。但是我们旧的世界现在已经就是变成有一点不一样。我记得以前就是很多年前，但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非常非常漂亮，很漂亮小姐。结果呢，她比我大一岁半差不多。我发觉呢，平常那种人会有好多人是就想追她，都是喜欢跟她在一起。结果呢，我发觉呢，没有很多人跟她谈话。渐渐的，我发现了她已经有小孩。她就是怀孕了，生孩子以后
他的价值观，他的思想观念，他也成熟多了。但是我跟他谈话了，慢慢的我真的明白，我很尊敬他，还是要继续从高中毕业，所以他也就是又回来了那边读书。虽然他的其他的同学已经毕业了，但是呢，他的情况，我就是记得，我一听到他有小孩，我跟他谈了，慢慢的呢，他就是说，哎呀，真的我不太懂我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怎么回事，为什么是这样子。我跟他讲，对不起，我不懂，你说你不知道，你上课跟我上课一样的，100%确定你知道怀孕是从什么地方来。我听那个就是开玩笑，当然你知道你跟男的的关系有这个可能，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不太他觉得不太公平，他可以就是那么随便有这个结果。弟兄姊妹，我们住的世界真的是那种随便的世界，已经说了影响都是在所有，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但是我们的大人也是会接受，慢慢的不小心的，我们会也很自然的接受这个情况那个情况。事实上我说的是两个男的结婚，两个女的结婚，我们都觉得世界真的是变成越来越可怕了在那方面。所以我们看这种经文就是说，你们的教会的领袖，你们基督徒，我也可以那样子讲，因为你也是一个基督徒，你也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我们有责任站起来。我们没有站起来讲什么是真理，讲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呢太多人就是太软弱的在那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我们不应该怪神。那个是那个女人，我的同学的问题，她继续就是怪神，就是说上帝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你的上帝就是没有保护我。我说那个不是，是你的罪，不是他的罪，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结果可能是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怪神，我们要怪我们自己。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把责任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第14-16节也是讲了多一点，就是告诉那些人，这些领袖们呢，在旧约那边，那些以色列的领袖，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他们知道事实上上帝会审判，但是呢，他们还是不理，他们还是希望没有，他们还是可以走他们自己愿意走的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有那种问题。结婚呢，是上帝创造，第创世纪2:18-25，我们可以就是提醒我们，上帝就是安排了创造夏娃，是因为亚当需要那个帮忙，所以他那个圣经写的是男的跟女的在一起了。他们结婚，他们是在一起了，在那方面，上帝是创造了家庭，那就是神的工作。他圣经没有说一个男的的名字，一个女的的名字，他们就是在一起建立房子。所以呢，那方面好像这个圣经里面马来基他们就是那些人就是有那个毛病，他们忘了讲清楚了很多这些事情，而且他们自己的行为表示他们有问题的。所以到了马来基书第二章16-17节，就是写说有些假如一个男的真的是跟太太离婚，就是那个情况是怎么样，慢慢的就说那就是不是神的旨意，上帝不要我们离婚，上帝就是在那方面讲一些关于离婚的经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我可以说我个人没有见过一个离过婚的人说他很高兴他有那种经验。离婚是很辛苦的事情，
那个已经是表示或是表达那个人是有一点失败。在那方面，圣经也是提醒我们，在那方面，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边就是讲说，离婚是上帝可以让人做的，但是不一定是说你非要离婚不可。假如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一起，假如一个是非基督徒一个是基督徒，圣经没有说哦，假如那个情况发生的话呢，需要马上离婚，圣经没有那样子讲，但是说神说他可以让他们让步一些吧，就是让他们分开，那个不是因为神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圣经也有一些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说，假如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的配偶真的是知道怎么跟随神，那就是更好的事情。所以意思是说，圣经已经承认了那这种问题存在了，但是虽然存在，就是像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二章，虽然存在，那个不是说神只会鼓励那些教会的领袖们继续走那条路，上帝已经警告他们说，你们的见证会伤害很多人，但是上帝还是会说，我知道有一些你们的人，我知道这个世界里有那种人，是需要承认你的罪是影响到你的行为，所以现在你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要就是听到任何的人有这个离婚的计划呢，有什么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需要了解那个他们走的路不是原来有那个目的，特别是假如原来呢有一个是，假如他们不是基督徒，或是不是那么热心那么成熟的基督徒，他们那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是很单纯的结婚，慢慢的呢有那个离婚的情形发生的，我们需要了解上帝还是爱他们，上帝还是想祝福他们。但是呢，圣经在这个第十六节第七十七节就是说，上帝不要继续受辛苦，看到人的行为是给他很不容易走的样子，上帝就是很难过，非常非常难过。而且你们的行为会影响上帝的心，他的关心，他就是不喜欢。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我可以变成上帝的祝福，我们可以天天祝福他，就是有彼此的祝福。上帝可以祝福我们，因为他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见证是可靠的，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祝福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愿意接受我们，虽然我们是犯罪的，他还是爱我们，那个是很奇妙的爱，奇妙的很宝贵的爱。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是那种基督徒，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教会呢，我们有任何人在教会里面侍奉，可以确定人在外面看见我们的见证，他们会说那个教会是健康的。我们祷告好不好？慈爱的天父，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那么热心那么健康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是失败的，你还是关心我们，还是接受我们，还是爱我们，还是做我们的救主。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耐心那么多。亲爱的神，我们真的是求你继续用到我们，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机会做你的仆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